中国海军节已向全世界发出邀请，参与的国家达到60多个。目前有4个国家确认会派军舰参阅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美国因为担心中国借助美国的名声而提高自己的影响力，所以美国也已经确认不参加中国海军节。印度6800吨加尔各答号驱逐舰，俄罗斯22350型护卫舰，戈尔什可夫海军元帅号为首的远航舰艇编队，瓦良格号巡洋舰，日本6800吨秋月级驱逐舰梁月号，菲律宾丹陆号运输舰。